还是会有人会开玩笑啊，就是对他开玩笑，但是他就是做他自己啊，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两方面的那个吧，特质，嗯，比如说也可以 man， 嗯，也可以很女性，对对对，所以他有两个灵魂，就对了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这样，他不会把部落在做的事情就是。可能他以为比较女性一点吧，然后他就不去做那个事，不会，就是分开的，不一样的。我们一起向世界说出爱。哎，我是阿弥陀佛的，我是五位唱耶稣的呢，真的不简单。我很保护他们，我不希望说别人来欺负我的孩子。你们要讲我的孩子之前，你们自己先去评估你们自己，你们再来讲我的孩子。我是这样子的一个。